近日，张伦硕为了维护妻子，公然怒怼黑粉，男友力十足。要知道，张伦硕和钟丽缇的姐弟恋可谓是娱乐圈的模范典范，两人十分的恩爱，每次出街都是十指紧扣，恩爱爆棚。此次竟然有键盘侠在微博对张伦硕和钟丽缇的姐弟恋发表评论，称年纪轻轻当后爹，找了个快有自己妈妈那么大的老女人，简直无法想象。张伦硕看到此话坐不住了，随即怒怼黑粉，回复道：“你妈大你12岁这件事我也无法想象，你爸犯法啊！”这显然是实力护妻的架势啊！不仅怼得很痛快，还不爆粗口，实力护妻。网友看到张伦说霸气回应，都纷纷为他点赞，简直帅炸了。土豆娱乐男友力十足整理报道。